陳同議員。多謝主席，我今日發言的主題是制定社福發展規劃，壯大社福人資隊伍。澳門社會工作由初期的民間慈善機構、宗教團體主力承辦，發展到現在是主要透過特區政府和民間機構的協作，官資民辦的服務模式，多年的努力下取得一定的成績。但是隨著澳門經濟的發展，人口壽命的延長，市民對兒童、青年、長者、家庭以及社區、院舍等範疇的社福的設施的需求是越來越大的，社會對本土長期缺乏社會服務發展的長遠規劃有意見的。政府是每年施政報告中在社育範疇的內容往往是着眼一些比較濕碎的具體工作的列舉上面，給人有一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感覺。因此做好社會服務發展的中長期規劃，定出長遠的人才培養政策是有具迫切性的。本人認為特區政府應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全面深入地向市民和社會服務界收集意見，盡早地制定社會服務中長期發展規劃，建立健全的社會人才培養機制，促進澳門社會服務業的持續發展。本人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着手的。第一，解決人資的短缺、場地不足、租金昂貴等等的問題。早前行政長官落區了解社會服務的情況，社福團體紛紛表示正面臨人資短缺、場地不足、租金昂貴等等的問題。社工、特教老師、臨床心理學、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等等的專業人才緊缺，智障人士家庭也正是面對雙重老化的這些問題。本人是很希望特首在2014年的施政方針中，能夠在政策、措施和資源上去解決民間社福機構面對的這些困難，特別在資助制度等方面作出具體的規劃，加強和社福機構和前線人員的溝通，形成機制協助解決各種的困難。第二是加大社福人才的培養，優質的社福專業團隊是社福專業持續發展的關鍵。隨著社會服務需求的增加以及社福範疇專業分工是越來越精細的，未來社福人員需求將越來越迫切的。社工局長表示未來兩年內將有43個各類的社福設施投入運作，經過評估是需要1200多人的，當中300名是社工、護士、職業治療師在內的一些專業的人士的。本地的高校只有社工、護理這兩科，語言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等等是現在是靠異地製造的。雖然社工局是諗住將和救青局是商討增加特別獎學金的這個名額，用更多的有志投身社福界學子出外進修，學成之後回澳門的，但是短期內社會如何填補這1200多個社福人才的空缺，這個是當務之急。我認為當局應該以宏觀的視野規劃社會服務人力資源發展，盡快建立長效的本地社福人才的培養機制，並透過區域的合作加大本地人力資源的培訓，吸引新人入行的。第三個是盡快制定社會工作者註冊制度，穩定服務隊伍。沒有發展前景或者沒有專業提升的工作，是很難吸引有志之士來投身服務界的。現時澳門社福專業發展的前景是很不明朗，當局應設法搭建社福人員的專業發展平台和完善職業保障。去年社工局完成了社會工作者註冊制度法案文本的公開諮詢的工作，今年又通過社會工作委員會下設的專責小組跟進相關的立法工作。據悉社工局將會就此進行第二輪的公開諮詢，本人很希望再次公開諮詢有更多的社會服務持份者和專家學者討論，凝聚共識，
俾社會工作者完善嘅職業保障同埋專業發展嘅機會，全面咁樣嚟提升社會素質同埋效能，社福嘅素質同埋效能嘅。社會工作者註冊制度幾時能夠提交立法會？點樣去落實執行呢？政府應該向業界同埋市民公布詳細嘅規劃同埋時間表。多謝。